多謝主席。今個早上我的多次發言都是針對中央政策組的一段落，很希望各位議員會支持我所提出的關於中央政策組，無論是顧問的開支，還是顧問研究項目，還是整個中央政策組的開支，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接下來我的發言會去到另一部分，是總目的174，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例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這個範疇是屬於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的。修正案編號是1055，是黃毓民議員提出。其實呢，這個撥款開支的數額呢就不是那麼大，不過我首先要向大家簡介一下，究竟這個公務及司法人員薪酬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它所管轄的服務包括什麼，是包括呢五個項目，我簡述，是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以及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的。在2013年至14年度的原來預算開支是3000萬，實際的開支是3030萬，但是在2014至15年度它的預算開支其實是更少了的，是2970萬。雖然它的開支是不算太大，但是也不代表它沒有問題，是不需要處理。那黃毓民議員提出這個削減的議案呢，亦都是很輕微。我相信呢，它是因為如果整個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會秘書處削減了呢，就會影響到公務員那個薪酬的調整。那阻人加人工、阻人發達就當然是最大惡極啦。所以呢，就是象徵式去削減它那個公務酬作的全年預算開支只是23000元而已。上個月一年一度的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正式展開，大約有130間私人企業參與的。過去一年大部分的企業加薪，工會估計都是跟隨這個私人市場調整，所以這16萬公務員都是希望可以加到 4%。 由於政府同時要進行每6年一次的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要去比較私人市場和同類職位薪酬的水平，然後根據來到決定是否需要改變公務員的薪級表的。據當局的資料所顯示，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已經完成檢討調查，今年的調查方法大致與往年是相若的，只是加入了兩項新的準則，包括剔除因為公司政策而不受薪酬調整決定影響的新聘僱員的薪酬資料，以及對未能提供合理原因而退出調查的企業給予兩年的凍結期，是不會就再獲邀參加調查。委員會大概已經完成了數據收集，這個是影響16萬公務員的加薪幅度的薪酬趨勢調查很快完成，據知可能下個星期就會有所公布。而對於去年有部分職方表示因為不滿意這個薪酬調查機制而退出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當局表示已經呼籲職方代表重新參與委員會的工作，秘書處一直都有向已經退出的委員發出會議文件，是歡迎他們提出意見的。但是根據5月9日新鮮滾熱辣的報道來的，警察評議會三個職方協會因為不滿調整機制，去年退出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警評會成員、警察援助級協會近月是自行收集企業加薪數據，發現今年打工仔平均加薪是 4.9%。 協會再考慮通脹和政府財政狀況等等的數據，認為公務員今年應該加薪是 5.2%。協會早前亦都去信公務員事務局，要求檢討警員薪酬架構，但是不得要領。
協會就再召開會員大會，不排除會發起進一步的行動，爭取合理加薪的。各位議員，什麼問題？我想嘗試盡責地去提出討論特權法徹查高鐵事件，建制派議員呢都不批准的，我希望他們盡責地呢坐回入去這個會議廳去參與討論，請主席點人。如果議員要提出是我們不夠法定人數的話，請你簡單提述得了，不需要作太長篇的說明。